天气冷飕飕，其实今年入冬第一道寒流才刚刚走，又有另外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马上要来了。就在今天下午，注意喽，开始呢，包括了北台湾，逐渐就会感受到这个冷气团持续发威，而中南部也在入夜之后开始温度下滑，降雨会趋缓。不过东半部还有北部山区呢，会出现局部性的短暂雨。好，冬天不是都会这样湿湿哒哒的吗？很多人就把衣服放在室内来晾干。不过提醒您注意了，英国有研究显示，就算呢你在室内搭配了除湿机，还是会产生霉菌，诱发很多人气喘或是过敏这样状况。到底该怎么样让衣服很快干呢？我们请达人告诉你。不管怎么晾都晾不干呢。冬天北台湾老是湿冷，衣服洗了好难干。其实秋冬晒衣服没那么难，掌握快干 撇步， 不用花上个两三天也能迅速晾干。洗好全家的衣服，晒法有玄机，只要掌握一长一短，交错晾干，就能加速晒干速度。空间会造成风的流向比较顺畅，然后衣服比较不容易干，不会臭。晾衣服最讨厌，明明牛仔裤都干了，口袋却还是很潮湿。这时只要在口袋内放入衣夹、晒衣球，甚至手边小物，让口袋通风，就能同步干燥。不过达人还有另外一招，就把它反过来晾，因为它口袋很厚，我就把它反过来，那它就比较容易干。最容易变形、最难干的毛衣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你只要包上大毛巾，放进洗衣机脱水。只要短短三十秒，你就可以发现呢，毛衣已经全干了。不过毛巾却是湿哒哒。晒衣服想要快干，但可要注意，很多人担心下雨，所以把湿衣服放室内。不过这可是错误示范。湿衣服放室内，根据英国研究指出，这会导致霉菌孢子滋生，会引起气喘或皮肤过敏。即使搬进除湿机，也不能抑制霉菌形成。引起局部的接触性皮肤炎，那最严重我们就担心说，如果霉菌它量长很多的话，也很容易诱发那个气喘的发作。冬天晒衣可别图方便，搬进屋内导致室内潮湿难耐，掌握晾衣原则，衣服才会快干又干净。记者吴嘉文、李佩璇台北采访报道。